欢迎收听由趣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《武神厨彩》，作者按摩师，演播麦小布、萧天意。第2669集。阁下虽然是半步超脱强者，但是宇宙中诞生的半步超脱也并非一两个。当年最辉煌的大势之时，死在本族手上的半步超脱也并非没有。当年便是本祖将虫族带上了万族榜前三，阁下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吗？虫族老祖隆隆地说道，杀气腾腾。他所在的那个时代，宇宙中强者如云，而他以一己之力将整个虫族带上了万族榜前三，这是何等的辉煌！在宇宙最辉煌的时期，半步超脱强者可是并不少的。光是人族就诞生了如天机宗宗主、通天剑阁剑祖、工匠座老祖等等。在他那个时代，万族争辉，只要是万族榜前十，几乎都有半步超脱坐镇，岂是现在的末法时代能够比拟的呀？逍遥至尊冷冷一笑，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，如今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臣服或者死。好，很好，看来是没得商量了。祭阵！虫族老祖突然怒吼一声，他的身上一道道可怕的红光轰然冲天而起，让整个虫族臣服，还不如让他去死呢，他如何能够接受？狂妄的人族小子，本座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有何能耐！伴随着虫族老祖的怒吼，一道道恐怖的阵光冲天而起，在天地间迅速汇聚成了一道巨大的光盘圆幕。而桌位上其余的那些虫族强者也都纷纷地献祭自己的力量，随着一道道恐怖的力量汇聚自那圆盘光幕之内，那圆盘光幕周围的符文忽然间剧烈震动起来，一股极其可怕的威压自天际席卷而下，天地颤抖。下方秦尘神色变得有些凝重起来，这可是聚集整个虫族强者之力的超级阵法。虽然那虫族的老祖仅仅只是一缕道魂，但是当他融入整个虫界如今所有力量之时，立刻就像是从古老岁月之中真正复活了一般，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杀气。哈哈哈哈，来得好！逍遥至尊却是怡然不惧，大笑之中不退反进，立刻就朝着那虫族老祖一步跨出，轰的一声，头顶的荒天塔之上爆发出了亿万丈的光芒，对着虫族头顶的阵法狠狠地镇压了过去。轰隆一声，顷刻之间两股力量碰撞在了一起，肉眼可见的四周的天地直接爆炸开来，一股可怕的力量席卷开来，方圆亿万里虚空所有一切都被瞬间毁灭，化为了齑粉。恐怖！远处诸多宇宙强者看到了这一幕，一个个眼神中都流露出来了恐惧之色，这样的威力实在是太过可怕了，恐怕是至尊级高手一旦掺和进其中，怕是也得瞬间便会被泯灭，至尊都无法插手到这里面去。此刻那巨大的爆炸之后，逍遥至尊瞬间就被震退开万里。厉害，不愧是曾经的虫族老祖！逍遥至尊笑了，他身形晃动，身上瞬间涌动起来了道道可怕的光晕，是他的武魂之力。逍遥至尊是从一个名为天玄大陆的地方飞升到天界的，在那片大陆最独特的手段便是武魂，而逍遥至尊则是这片大陆最逆天的三生武魂强者。嗡的一声，一道土黄色的光芒升腾而起，这是大地武魂，代表着厚重的天地。紧接着又是一道绿色的光晕升腾了起来，这是生命武魂，可给予无尽的治疗。两股武魂之力笼罩住了逍遥至尊，令得逍遥至尊身上的气息在一瞬间爆炸。灭！逍遥至尊冷喝，大手探出，轰的一声，顷刻间一道道的洪流席卷出去，化作了滔天的长河奔腾而出。而另一边虫族老祖也是面色凝重，他一步跨出，身体与那光幕圆盘融合，瞬间大手直接抓射而出，撕拉一声，虚空在他的抓射之下直接泯灭了，硬刚。
到了他这个级别，连宇宙至高规则都无法束缚住他们，已经不需要修炼什么招式了，依靠的是纯粹的大道之力。轰的一声，两股力量彼此疯狂地对抗在了一起，咔咔咔，就看到虫族老祖头顶上的光幕圆盘不断地颤动着，竟然是开始了皲裂。虫族老祖顿时震惊出声，什么？他的力量竟然是无法抵挡住逍遥至尊的力量。逍遥至尊冷冷地道，虫族老祖，如今已经不是你那个时代了，你将虫族带上了万族榜前三，但你可知在这个末法时代，我将人族带上了万族榜第一呢？你又有什么资格与我比？狂妄，这才刚刚开始，看我如何送你上路。虫族老祖开口，声音霸道，充满了无上的神威，顿时让绝大部分的人都想跪伏下去，只觉得心胆都要破裂了。虫族老祖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超脱了？逍遥至尊冷笑，再次主动出手，一手按出，化成了一只遮天蔽日的魔盘，向着虫族老祖镇压而去。这魔盘上面浮现着一个古老的符文，超越了规则的高度，好像在揭开天地的真谛。那些至尊的高手们顿时瞪大了眼睛看得仔细，这是半步超脱巅峰强者在现身施法，如果他们摸到一点门路的话，说不定可以打开通向超脱的大门。超脱强者超越了宇宙规则，但是并不代表他就不能使用规则了，这是逍遥至尊自己的道。虫族老祖自然不惧，挥舞着双拳迎上去，轰轰轰的，两大半步超脱强者开战，这太可怕了，宇宙都被生生的撕裂了，好像是洪荒末日就要来临。而他们这一交战，宇宙本源也是汇聚而来，形成了恐怖的雷霆。这些雷霆极其的恐怖，迅速汇聚起来，哐哐哐，对着两个人便是狠狠地镇压了下来。宇宙天地不能容忍这样的强者在这片天地撒野，半步超脱那可是能够真正的毁坏这片天地的强者，出现就要被宇宙给针对的，而出手大战的话，那就更要遭受到宇宙的强烈反噬。但现在的两大强者都没有理会，只是全力的一战，轰轰轰，虫界之中一道道可怕的力量升腾着，不断的融入到了虫族老祖的身体中，给他提供能量。双方彼此对战，一时间居然是战了个势均力敌。一旁秦尘仔细的看着，他看出来了，论实力，逍遥至尊其实就是要在虫族老祖之上的，那虫族老祖再强也不过是一道残魂而已。最关键的是，虫族老祖联合了整个虫界的力量，这相当于逍遥至尊在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虫族。一旁秦尘看着看着，忽然间身形一晃，骤然间消失不见。